叔叔阿姨，菲菲来了。阮念初，你要累死我呀！你男人的保质期不是都不超过三周吗？正好戴杰来了，给您续上。那你这样我也太累了。我最近沉迷于创作，我作为一个阅遍天下网文的读者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进军网文界。那您这百亿家产怎么办啊？我写不好再回去继承呗。哎，你赶紧给我看看。来，嗯，我看看。女主阮念旧是怎么回事啊？写的就是你啊。女主大四去太城拍毕业作业，被演员李红艳欺负。女主黄昏在海边找道具，结果误闯入地痞流氓的交易现场，还被当场丢下海。不会游泳的女主不断下沉，男主一个鱼跃英雄救美，还顺便露了一下胸肌。对啊，这不就是你五年前发生的事吗？可是我有说过露胸肌这回事吗？哎，你虽然没有明着说，但是我 get 到。哎呀，我也好想有这种惊心动魄的爱情。放开！就是我结局没想好，你说男主为了救女主牺牲了，那然后呢？然后呀，然后你就写女主从此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，该工作工作，该结婚结婚。要真该结婚结婚，干嘛总把相亲对象介绍给我呀？要该工作工作，干嘛总盯着一盆花啊？啊？嗯，我说的是女主。你知道这盆花的花语是什么吗？是请不要忘记我。你不会还对那个丽念念不忘吧？写你的网文去。嗯，怎么就是养不好？